哎呀，那手心都出汗了。同学练，快点看。一览众山小。还怕吗？不怕了吧？我们今天吃的是298的海鲜自助，我们今天算是吃着了啊。今天咱们也放一回血，一整天都没有怎么好好吃过饭了啊。今天咱们好好的吃一下。今天我们来了个店，叫蓝珊瑚的一个海鲜铁板主题店。在南昌的小伙伴呢，不知道有没有来过这家店吃饭的啊？我是第一次来，希望今天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。三文鱼刺身、金枪鱼刺身、北极贝刺身、甜虾刺身、贝柱刺身、西林鱼刺身、冰镇海螺刺身。啊，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刺身拼盘，金枪鱼、北极贝、三文鱼、虾，这个叫什么海螺是吧？先搞一块三文鱼。哇，超级满足，真的。盐烤黑虎虾，这个叫芝士焗扇贝，烤鳗鱼，芝士焗黑虎虾，吃牛排了哈。椒盐黑虎虾，芝士焗扇贝。青青鱼又能吃回本，这都是我们的法式鹅肝。好嫩啊。哎，一瞬间就吃的差不多了，现在还有点生蚝，还有一些猪颈肉。生蚝的话肯定得吃，得补啊。今天我一定要吃撑的走，就是强。经典法式羊排，这个羊排煎的好嫩，嫩到我以为它没熟。这个海螺真的特别好吃。哎呦，流了流了。那吃的差不多了，还有三只黑虎虾，一份牛排。今天这一顿饭吃的超级满足。啊，吃到没人了。哎，朋友们，给我吃困了。嗯，看这肚子圆滚滚的，吃饱喝好，我们前往下一站转场。我现在的位置呢，在南昌的秋水广场，今天晚上有那一个喷泉表演。
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一个喷泉表演也看完了，现在已经是8点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圆满的一天结束了啊，没有昨天累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我们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